正在竞选圣何西市长的候选人马特·马汉上周日拜访了华裔社区。他指出，圣何西市的预算在过去十年内增加了一倍多，但游民、犯罪、可负担住房等情况变得更糟。自小生长在圣何西的他为此感到担忧。对于选民相关提问，他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圣何西需要对街头随意扎营进行执法，对于城市街道脏乱、垃圾倾倒等问题，他也提出了一些可行方案。活动主办人伊文甘认为，现在美国政治比较两极化，极左或极右，政治立场较中立的候选人在当选后，对于社区安全、犯罪与政府预算等问题上会有更好的处理。新唐人电视台旧金山记者站采访报道。